上一轮输波之后，经已知道出线无望，南华剩低嘅希望系话想踢翻场好波俾球迷睇。嗱，点样界定一场波系好波唔系呢？球员们就或者觉得系多入波，起脚意欲都好强。陈少琪啊，试下窝里抽射，咁之后再接应长传，唔推唔传紧，立刻射。半场0-0啦。换边之后的初段，南华攻势依然较多，但真正入肉的就未见过。陈少琪的头槌叫做近磅噶啦，跟住就有欧阳耀聪在边线推到埋禁区，唔传中，仅自己射入中网侧。喺第一循环，南华作客泰国啊输0-3，翻去主场依然是一样，反映两军实力真的有距离噶。尼尔回身射穿了叶鸿辉的大势。今场李开强不得停赛，失波之后就换入另一个升级外援基士文，但找不到入波，只是看到球队失多两球。伊泰是心口挨前，在一轮混乱之后找回个波射入，南华落后到0-2啦。这支香港劲旅今季陷入了低潮，是近三届第一次未能够在亚协杯入16强，之后被伊泰整了一粒。由于失去了联赛锦标，亦都冇得踢下一季的亚协杯啦。喺呢一场佢哋嘅亚协暂别战，南华输0-3，告别今届亚洲赛。下一季会是他们重新出发的一季。